今天这道菜建议有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再一起做，要不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葛根粉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葛根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加水用破壁机打碎，用纱布过滤出汁水，然后倒进大盆里沉淀一晚。一晚上过后，最底下就会有一层非牛顿体，挖一大勺装进纱布里，刮起来风干一个晚上，用刀切成薄片。保存的方法有很多，我选择最传统的，用挖空的青桔壳装起来，之后还要再晒4天。使用的方法和藕粉很像，先用清水化开，然后要用滚水来冲泡，撒上桂花，来点蜂蜜，解热除烦，生津止渴，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。